怎么将 WPS 软件窗口固定在最上层？在计算机运行过程中，将某个窗口固定在最上层，通常需要借助第三方窗口置顶工具，比如 Always On Top、WinTop 等。就我个人所知，只有少数软件内置了窗口置顶功能，最常见的就是电脑版的微信，直接单击右上角的图钉按钮，就能把微信窗口固定在最上层。除此之外，一些视频播放软件，如 VLC 媒体播放器、某些终端模拟器，以及一些专业的编程和开发环境，也可能自带窗口置顶功能。而包括 Windows 资源管理器、浏览器和大多数应用程序在内，都不提供直接的置顶选项。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，那就不用多想了，直接下载一个置顶工具就好。以下介绍几款常见的工具，供参考。一、Desktop Pins。这是一款免费的桌面工具，可将任何窗口固定在屏幕上的任何位置，并确保它们始终保持在最上层，直接在需要置顶的窗口标题栏上操作就行。 2. Always On Top， 一款轻量级置顶工具，通过简单的快捷键即可将任意窗口置顶。 3. TurboTop， 这个工具在系统托盘中运行，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要置顶的窗口。 4. Window Topmost Control，提供基本的置顶功能，通过右键点击窗口标题栏来控制。 5. AutoHotkeys， 这是一个自动化脚本工具，你可以用它来编写脚本，实现窗口置顶的功能。